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先打的去。 你去哪？来了，狗哥。哎，他们什么都没抢。狗哥，填包。直接填上。脚下来了吗？脚下，没事，看我一个半活。直接填药。直接空枪。 半活趴下，打死，补掉，二个人，狗哥，我跳出一半活，你给我补枪 ，OK， 牛逼，我在一个半活，补掉人头，蹲起来往大仓那边一看，然后瞄一下，没有人，没关系，再来瞄一下，别着急，我没有药，没关系，狗哥。 外面大上还有人，有我在，狗哥！他妈的，他补我干啥？啊，这不是那谁吗？这个人好烦，你好烦呀！牛逼！